带着老妈走遍中国之海南十日游，双飞往返，三亚租车海口环，自驾游海南，吃各地的特色美食，住各地的特色民宿，游各地网红打卡点。猜猜我们两个人花了多少钱？九分钟为您展示我们十日游的吃喝玩乐。我请客，您出钱，这是必须的。我是跟班呀，我是陪游，我要工资。现在已经出来了，我得到前面去等老妈。我们会合了，会吃了。二哥，你这你吃饭。哎呀，累得够呛。从中午12点，从家出门走到现在11:45了。妈，杨龙达，鸭嘴。哦，好像鸭嘴。为什么要叫火腿大锅？能不能吃啊？大自然太神奇了，我们要感恩大自然。只要一出了门就有精神了。认识不认识？先来一句亚诺达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入住的酒店。这个房间是800多。最最喜欢玩这种的，其实你越看下面越害怕。这个就是苦丁床，清清爽爽，甜而不腻。猜猜帕罗迪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好像咱们老家的豆花。这就是豪华游艇，要是卖的话得多少钱？新床价1200万。1200万哦。我觉得每个人也就摊200块钱，还是划算。的话要照价赔偿7500元。亚海湾上的塔台。这边不光是看演出是一个大项，还有那些个重犯，朝廷重犯，一发配就发配到这里了。啊，这个是你们这儿特色吗？啊，对。咱们俩人一人吃一半啊。导演都特别的热闹。这里叫 C 秀剧场。闭着眼睛走啊、哦！闭着眼睛爬，眼望大海，眼望大海，满意满意满意。是我们小区的环境，蹲下来349一天，椰风巷。这家多少钱？哎，这两天的海胆有肉吗？对，这里有小票的。哦，好的，给优惠200。好了，老妈快吃吧，快吃吧，看看老妈能不能给我打中个娃娃。已经来到了南山。什么叫一时啊，老妈？说一不二。对，哎呀，南山不如东海。老妈说的太棒了，即是佛就是人，观音就像我们的众生的妈妈，感恩老妈护持之爱。不全是佛教信徒，有很多都是普通大众。来呀来呀来呀，情到天涯海角来。在天上有一颗星星被命名为天涯海角。哎呀，我也被。哎呀，我累死了，我累死了。是代表着财富的意思。这里已经是待了300年了。哎呀，过不去。这个司令吧，他叫王毅，是他刻下来的这两个字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租的车。出发了，这是一个大众车。Let's go。到这里就是北纬18度。炎呀，什么胃疼呀，这个疼那个疼，腰疼都来这躺一躺吧。插头呀什么的，你再翻翻床铺，别裹进去。红香蕉，这个红薯肯定好吃。我们打算二合一了，早饭跟午饭二合一了。咔嚓，组合方式来举办的。通过这个博鳌论，这个好一点。看，最便宜的239。我不用，没用。偶尔用一下，哎呀，心疼的，太奢侈了。哎呀，这还有一个九龙壁呢。
后面就是我们刚才在路边看到的那座塔了。冯俊霖的父亲其实并不姓宋，他是姓韩。宋氏祖居是由邓小平邓爷爷题写的，是特别偏爱数学，而且呢他不裹小脚，一身是7.79块，比杭州贵1块多。一半呢是白切，一半是用这个新鲜的椰汁煮。中正安舒，呼吸自由，心。好了，我把一楼也给我们打开，让我们住了。哦，好了。既然是科普，那咱也来学习学习。单季要90块钱。哦，这价格挺高的。这里非常非常的落后。不过呢，自从苏东坡被贬到海南儋州之后呢，出了700多位举人，96位进士。海南第一庙的美称，至今国内保存最好的孔庙之一，并不像人家那种老楼是用砖雕呀什么的，被称为侨乡，就很多的华侨嘛，老物件还是现在水泥浇出来的，哇，钢筋都露出来了。宫是，道教在海南省唯一合法的一座寺院，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道教建筑群。这个白玉蟾是一个奇人，尝百草的神农，是108级啊，咱挑战吧。我可不是老妈的对手，还是赶紧认怂吧。主殿供奉的就是南宗五祖白玉蟾。最后一站，最后一站海口。哥们儿，让让道！哎呀，咱们这就到了显夫人那个大道了，终于进了海口了，堵了一路。哇、哦，这房间不错耶，也还行，在海口。嗯，这里的房子大多数都是来自于文昌的侨民的。这个骑楼它有中西结合的这种风格，我们建国之后呢，这些都归为了这个国有，把这房子出租了就够自己全家老老小小生活的美滋滋了。就光是这点就卖800万。天后就是常说的马祖，是一座800年的老庙。秋宅，这是秋氏人家的院落。尝一尝他们家的那个招牌，就是那个，这个是椰奶椰黄炖，这个就是招牌啊。对，这就是招牌，完全就是食材的原味儿，就是一团草叶子，就肯定啊。好吗？付款，10块钱3个，这在我们那儿10块钱买一个，海南的一个算是地标吧。您可以先交个东西啊。车已经交了，完好无损，和提车时一样。我们现在就要找那个。上登记口了，登记前还得去拿这个免税商品，登记牌拿上了，货单过来提货。哦，高兴吧？高兴啊、哦，高兴就往前继续走，211。直落地了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可以。